那来这，你免烦恼，我卖的物件是好食的，不是俗的。我卖的是好吃的，不是便宜的。等下你若看到几条，你就知影好俗、好俗、好好食、好俗啊！来两百几个买，四个。我这无时间人算条，恁看的，我未用讲较紧。四条100块啦，外口啦，伊个店面价。你看到？八条偌济？八条200，来增加好啊，用真个尔，无错头啊。五呀。12条、13条，啊！你简单的是一次礼盒，今天多少啊？目前只有一根呢。凤钩是那个，我想看过有没见过。哎，都有。来，最后一个了。6根了。这两包黄龙面的啊，一个上少有15条、16条，来200块。大公车钱，对了哈，来，我给你先包6个，16条。来人生糯米鸡，哇！大早上我们吃鸡啊，讲我鸡拢卖完啊，有啊，我搁抓出来啊。一只会当拜拜哦，全鸡哦，来要吃来6只俩，一人一只来300块的人生糯米鸡，韩式人生糯米鸡，你要我得，好啊，等6只俩。好，跟大王一样，只有6只，已经少了，你回去加热就好了。来，一人一只，来200块。我们用200块的人参鸡啦，太红了。来200块了，这要存啥气象呢？这讲人参都是经验，加热就好了。来200块，混，200块我没了。我回去看一下，我带大家看到什么？刚才在下什么东西呀？对吧？他把后边啊，他要把它毁掉。来干鸡吧，哎，比较好了，来东西好了，先发一下。我叫我们鱼饺，然后鱼饺来，谢谢。谢谢老弟，我你来，七七八九，我你来，来高级，老弟，我你来，两百多。来，这两只搁请了无？来，12只给你来，穿不要来，赶快，来给你买两百，来最后两块给哦，来8块，最后2块哦，来七百，200块。大哥你也不要，来是吧？来七百，大哥你。弄掉，七七八九。来十二只哦，你好啊，我给你买。来4只。8只，来12只，哎，哎，没有了，没有新的牌了，不好意思。玉珍，你有看？来，姜弟爸来。你有看？啊，你搁有介啥？豆皮啥？你有较介的，甲我讲我随看好无？好啦，舅母啊，甲摕过来看看，好啊，来。来，想要吃看看的，来八个人客人。真正好食，真在是了，乌地啊，巴肉做的，来吃啊，舅母，想要300，免你啊，我200，来200块，看看100块。看看，我是要花200的。要接下来100块都，100块来跟我100块，我跟我拿。我光七个而已。要睡觉。来100块，100块，因为我明天要4点半。三个。睡觉时间回去弄。挂个嘴巴。大家只能睡4点。来100块，来100块。来100块。没有，他们不会去。大家来，双方搞个背啊，一半拢我哩啦，跟我100块。哎，今天我只要玩到跟我真的好，真的赶快来100块。都成罗马龙中弹哦，你看这样，来100块个人，没买就过来了嘛。3个。哎，人家在都不要叫我玩了，来。哎，开始来，我看这个哈。呵呵呵，你要包上来100块就好了。来，舅母啊，要进来300块啊，都。加母鸭了。100块。最后舅母啊，6个人啊，2包拢我哩啊，舅母。哎呦，开始练了哦。哎哎哎哎，不挨背哈。免你外口排队啊，2天免500，免400，300块完就行不啦？舅父，你是老人了，晚上都没办法睡觉。我要给你啊，几万给你，要不来200都？200块，不是一包哦，是2包都可以啊。来200块都，2包都给你哦，来。好，来一个。好，来你等来一下。加了一个。来，舅父啊，200块呢？还不要买，要嘛，要快嘛。再钱，再钱，来200块了，来舅哥，来上台了。来200块了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这边快点，左边。哇，难走了，你快点。
要啊。哇，那么了啊。要写先生啊。来，第二点给爸爸啊，来，爸过来。来啊，小弟。来，找找爸。啊，这边手还没伸直。来，第二点，爸爸。没啥吧，两天啊，200块，这真正是咧促销而已呢。来200块，最后一个，张虎呀，阿妹妹也就，过来呢，过来，妹妹，你我帮你抽点奖品。好，好，你加入啊，再见。来，先生们，加钱。你卖他就好了，只看几片呐、啊，我们刚刚卖过了。加钱是吧？快乌。来公完就要上位了，公完。来公完，你对。公完。哦哦 ，OK， 公完。对啊，来，那小黄要想来给你。哦，精彩起来了。好了。做地摊。你好，才来跟我。还没进来，刚发来的，刚公完。然后见面就跟我聊天，然后就说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一克啊，你一包金半担，卖你200多少啊？金币，来200多。我刚还好，我很聪明。五个客人吃掉了，来拿钱，快点拿钱。一包嘛金半担，一包叫干贝啊，先跟比薄条讲干贵。200拢我哩，没四包，钱几码几条？来300块我。300块。这235哪个人给你？来200了。200来。六个而已哦，2包哦，3斤重哦，来200块，你起价，他那边200块，二人不卖了吧？我俩讲大海鲜跟来200块来，200块的，来第二批的人给我啊，我俩讲鱼海鲜跟你一起卖，才卖你200块，会不会买啊？这板凳跟脚垫的，好像没清修呀。好，今天我们载你啊。好。我知道，他刚才跟我说，他刚才跟我说，成功了哈。一万几公分，咱俩先接啊，就没有了。走啊，三幺给你啊，来，中间谢小凡来，300给我呢。200块。今天要便宜卖，200块。哎，小李二那没有了，右边的小李。好，医生，拜拜。不是两盒，是3盒，满个不能来背啊。来140块，最后一个。对，红豆冰休息。来，大哥要。今天有事。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大哥给他。好 ，OK， 后面。你今天关门了，安排啦。安排安排，你过来点，快点啊。你举手没有用啊，看钱啊。来，500楼，300楼，500楼来。不怕老孙家来呀？他说他跟你讲了，你还拿去卖给别人。接人包，那我们就不是。第二个来人包的，来人包，快点，帮你开来。来，最后2块楼。来，不怕老。来，200块，最后2块楼。来人包，谢谢。这样比较顺。我要讲话了，老呀，哎呀，人包。就这四包尔，我买个蛋来，我去买啊，买只鸡买一包，100块，都五百米多的，来一包都。100块啊，哈。中奖尔，来一包都，几人包啊？你吃干嘛？一包啦。啊，你500楼的话，一包。都没有啊。对不起，一叶干。来一叶干，300块来。什么一叶干呢？快。这里一叶干来。这个是馅饼，超好吃的。葱肉馅饼。来3包沙家。三家第二个来200楼，叫姐妹一根200块。200块，我买一杯啊，我借杯啊。200啊，这价格对一对，给你来200块一根，叫姐妹的，来200块来。鬼面堂，我处理。4只哦，来200楼。啊，时间差不多200块，来100块我来。一根买100块来一根。这价格800块我能交你来100楼，回家给你来一根来100块。来一根一百来两块，
蘑菇果胶呀。好，要来一干杯，大包。大包哥，来一百块一干，来一百块，拢准备来一干一百，不然不买了吧？包三百，二我两百了。真正好吃，这是猪肉馅饼哦，来200块就好了，200块。猪肉馅饼来买200，一包30粒哦。小姐，我要钱呢。钞票到完了，来200块，赶紧的，来200块，一个给200块最粗、最简单的东西啊，来200块，猪肉馅饼，来200块来，最后三位了，猪肉馅饼200块，买一送一哦，要买要快哦，来200块，猪肉馅饼，还有人要吃吗？200块，越奇怪。红烧原皮是怎样？来，来说到后面不要上来了，对不对啊？说到后面不要上来了。来，鲍鱼来。鲍鱼在那边。上来。有广包，来，我存3天两个啊，7天没广包。要什么？要几盒？四百多要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来，赶快。没广包，没需要，我400，这样1天存2天了，来300，我存1天了。来，我阿伯阿伯，大哥没有啊？大姐一个，大哥，阿伯来，大哥，阿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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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快写的，快说。等到8、9个牛羊都把你解决了，300块买不到了，别傻了。来黑鱼买起来，500块完了，大贵哦，这还做虾球的黑鱼哦。这不跟你玩鬼啊，这很白，很新鲜起来啊，是水急速冷冻啊，真的好吃。来一包200公克，3包1斤600，安尼600。你买吃黑鱼呢，等于差不多差不多做虾球，来500块完了，就准备黑鱼500。今天啊，你等死我，你玩死了。那一斤重600块的物件，我无可能花500块啊！头家走啊，我白来500块来招头前，要来遐去500块，快！你等钱，我你欢喜去哩，来遐去500块，我无怕什么等钱啊！顶面哦，拢有写字，顶面拢有写字，我咧卖衫，恁两个咱家己手家己去看，看物件还小分分好咧，我是阿咧卖爽的了。喝饮料到现在没有发过，没有发过，一定要。这不发过，这个是很白很冻的，深度一流一流，来500块了。公斤我给上你一条，我给了一包了，来500块了，四包好拎的。卖公斤了，哥我今麦来买500、4包，我就买袂着，你真正赚着啊，头家有钱无？无来，无来。五人给多了。我那个就无啊，黑鱼啊，500送出来了，几钱啊？买住我未啦，好，后尾500，一公斤的黑鱼500，恁老板几万块，好不好？好钱买贵啊！来500黑鱼，来钱啊！来500块，谢谢。不会，我这个店容易，你做做这件事情，你要几个料啊？你来黑鱼500块，中午啊哈，刚刚有了哈，好，谢谢。不，这不得卖一包两包哎，基本就是500来，变两碗白碗的，你还挑食？那都没发过的哦。来，咸鸡吧，200块了，咸鸡吧，200块来，剩下这里哦，没有了，大哥要赶快。来，200块来，三条鱼啦，没500，没400，来200块了，真的好吃的咸猪肉来，200块。来，200块，来，小姐要赶快。
就好吃，你对煎对炒对行都会使。来200块两斤米吧，阿伯买个，咸猪肉200块都买到了哈、哦，200块来吃啊，别来去，来存两个两斤米吧，200块。来三条你来，200块都拿到了哈、哦，跟米吧，200好两块给他捞回来。来到上面，上面，上面，上面。怕看吗？太准，来，不要用喂嘛啊！来，我玩最后一箱啊！有要吃我玩的，动作较紧的，拜托哦，唔忙着打打面，讲我卖，我卖，来200块，200块，两盒就150了，别吃饱，真正好吃的，200块。我讲时间无早啊，你拢唔捌吃过物件，你试吃。蚵仔丸，很好吃。蛋黄玉丸，两盒不用150，130，200也不用了，来100块。200块。几两？2片。100，100，100，100，100，100，100。真正好吃啊！100，100嘞。我买200。你买200。好，金宝贝。来，一百六。是啊，卖少啊，好卖少啊，安尼我再搁一百，你两百诶，我再搁一百，我再搁一百，无啦，伊要爱啦。等钱啊，等钱啊，有交卡未？哎呀，未交我，对啊，还有我，还欠三百几啊。来，我欠我。你是话买两百啊？还有人提钱无给着无？来，帅哥，我外边有你啊，个。好啦，我知影。啊，你这石头是咩咧？我给了哈。我未交呢。我给了哈。来，谢谢小姐啊。我没在吃，我叫一杯。你也当收回来呢？快点一块喽，先买结婚啦！哎，你让我上班200块，来小姐啊，好，来200，小姐一样，小姐一样，好了没有了？哦，弟弟妹，你爱过哪一脚？你脚？没得啊，我没得啊。来，轰炸鸡腿没有喽？在大卖场那边有。一斤七炸哦，这几包十几哦，没七包。七炸包，找文件 ，OK 啊，要好点啊。用烤箱，用这边青菜哩，我们加300块了，300块来。我加鸡腿，两个客人吃掉了，来300了，能包了我一个，套房的，来300块。来了，300块。现在都好吃，我买一点。我吃超过一包啊！我家己用的呢，来300了。俺吃起来一锅啊，我讲的较紧的，来300，最后一个无好。真的好吃，国江鸡腿最后一个，来300块。Hello， 不用给我，新疆好吃，我吃过了。来鸡卡，慢慢鸡卡来，来一斤500块了。有大鸡无？一只大鸡，来最后加一斤500，400-500了。小华，这400块真正俗俗啊，这卖哩哪呢？想要吃个就吃去得，其他无给你了。想要吃万能猪脚几种？一个，两个，两个要吃两样。哎，来讲价个，佮提三俾我吧。哦，那个，另外一个腰带5斤啊，我搞我这个去，先腰带5斤。无啊，无要卖400。无要卖你400啊！一人一斤来300了。老师的400块不要买啦，300块甲拼拼啦。来，万暖金卡真正都大机哦，来300块来。两个三个尔哦，收来。来，最后一斤油袋哦，来300。不油袋就打我啊！我帮你找到。后边哦。哦，后边来，大哥。购物啊，你拿回家啊，放哪边？300块卖你，哪边？超前面的帅哥。今天这300块卖你卖完，有点爽的。来，你叫来，你上来。要卖500的招，500的招。来300了。今天有鸭子吗？鸭子。没到，没到，200。上次卖的。今天没有。核桃木熏鸭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上千啊。是。来300，最后几只。来1000块的。万暖猪脚都拿到了，好，谢谢。给300块给你。来，公园里面吃羊肉了吗？来，都交不给你一百了，那给你啊，纯特别酱料，我方便给你，谢谢啊，那个再给好不好？来，要卖就好。你给了不加？要，没在呢。卖到。来一百了，300块。
羊肉卤三百块。我们讲羊肉卤嘛，来三百。那没什么。七家了，来这买两包，买七八，差不多三包。七家，第二个，包我们是一包哦，加了就好吃了，来两百块了，两包两包。